喂，你没有干。真累。想打你媳妇，媳妇，媳妇，媳妇。但是我不太说他。为什么要把单行读啊？只是偶尔。快拍起来。飞机被你玩了男朋友了。飞机被。哎呀，我摸不到嘞。顶正两位。失恋，失恋啊！四年不给吃糖了呗？不可以啦，四年要补色了嘛，哪给吃糖了？阿杜啊，飞机杯女神敢地带有男朋友了啊？阿杜。讲好，人家有男朋友了，还有意义咩？阿念呐。单身了这样久，就是为了等他罢了。三百位朋友下午好。我刚刚哭来吗？又走了。反正每天都看到他，就是你。我每天都会去看他的直播。然后现在没有意思了。你吃好能看自己分享先啊，你们分享看他会不会进来看我一下。等下他的 SD 卡留言，那个律师。那你还没有，那你还是没有变啊，继续玩飞机杯吧。我本来以为哦，我跟他买有一大堆飞机杯，他会注意到我了，搞到我现在家里啊七八十个飞机杯，我都不知道要给他来做么。说不定林尚进买更多嘞。是哦，人家要六十千来告白哦。哦，可能还60千买飞机杯。你人只有一个呗。不是你人只有一个，是他太孤立了，我一定要那个。Hello， 来先分享一次先啊。外面女人来很多，还有哪一个女人有卖飞机杯的？或者是还要再好生去买？好啊，讲到重点了。下午好啊，我来先帮我分享一次先啊，在你们个人主页，右下角的笑脸说上来，我给你们尽情笑我今天。有啊，跟林尚进拍照片。没有了，哎呀，来开一开他的照片上来。这万有人不懂他是谁啊？啊，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拍了 Instagram 啊。给你们看一看，我的女神就这样没有了，给林尚进林哥哥拿掉了。林尚进是谁？林尚进是林夏静的哥哥。啊，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转过来给你们看啊。啊。流鼻血哦，姐。流鼻血哦，怕你们。哎呦。哎，会中鞭的嘛？跟林尚进的。哎，这是 Insta 嘞。你开给人家看他的跟林尚进的情侣照啊。给这个是。对啊。假的，今天是 Apple Pro 啊。嗯。转过去先，我找一下。哎，谁懂嘎滴大是谁的？打加一。女神，你这什么？我失恋了、啊，我的女神给林尚进敲掉了，哭了一整晚了。有了。来给你们看啊。哎，喂，好友哥的女神没了，没了，啥都没了你。哎，来，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我帅一点还是林尚进帅一点？我一样是双眼皮吗？我帅一点还是林尚进帅一点？双眼皮的。你们用良心来讲，我双眼皮的啊，我内双吗？你
真的啦，我双眼皮的。他割了双眼皮吗？啊，割了啦，我没有割啦，我觉得。来，五百位朋友。飞机杯女王队啊，我家里七八十个飞机杯要怎样 ？Bro, you frustrated, yeah? I very sad ah today ah, my 雨伞啊被人扣咗啊！你嘴巴讲，你嘴巴讲，你们摸，你看下面干嘛？你嘴巴讲，你们摸，你们看，你看这什么？You still have the car wash pump？ 我在这啊，冇晒咗系咪？没有了咯。恭喜你的超级粉丝回来了，我帅一点是吧？哎，今天吃的是啊，我已经整天没有吃饭了，我跟你讲。面对现实吧，兄弟。对，兄弟。我面对不了。然后你跟我一起拍照就可以。跟你一起要跟你合照。拿来送啊。是咯，飞机杯拿来送啊！哎，我误会你不懂，要讲摸什么摸摸？我只是要摸东西。他小便的手比你帅。算了算了，你们全部都觉得他帅，明明是我帅一点吗？家里那些拿完出来卖，我还需要买沙溢去买嘞。我讲沙溢，这个是我喜欢的女神，来帮我 support 她飞机杯一下。沙溢都买有十个，我都买了嘞。你知道她这样，我本来沙溢以为可以做她的大嫂了。你知道我每天用着她飞机杯的时候想着她的嘛？哎，我一直头脑想着她那边，哇、哦、好哇、哦。结果你去追秋文啦，好像有道理一样哦。对呀。OK， 送给沙溢。Still have not the car was done finished already 啊。OK， 寄来给我了，拜拜，给你用飞机杯啊，怎么你不是女的呗？用飞机杯。飞机拿出来抽奖。OK， 来分享直播先，右下角说爱心，上来说笑脸啊。墙壁在后面而已，墙壁在后面要什么？中间会议有没有看吗？来，我看到你们很多人有讲话，没有帮我分享，没有帮我分享，我都五百人了，这是什么节奏？哎，你有用到？你用还是什么？你要卖飞机杯吗？我卖飞机杯，有人买吗？有人买的话，我卖没有关系。来，转行卖飞机杯，我用过了哦，全部你可以接受吧？留了很多亲戚。你可以接受吗 ？OK。子子孙孙都在里面。子子孙孙都在里面哦，有我的味道的哦，你能接受吗？零元起标咯，零元起标咯，有些是有温度的，全部都有了，完了。OK， 没有那么多说那么多厉害吹，我本来就是很厉害吹的，好不好？我本来都是很厉害吹的，好不好？你应该是第一次进来，所以你不认识我，我叫好友哥，你要认识我也可以，不要认识我也可以啊。我厉害吹的，我一直以来我出名厉害吹的，不信你问他们。然后我厉害吹的，赞成我厉害吹的朋友打加一下 ，OK， 然后打加一下呢，你看他们的作用。虎牙妹更美啦，虎牙妹没有她高 ，OK， 但是要消毒啊 ，OK， 虎牙妹没有她高 ，OK， 为了这女人现实做得对，虎牙还美过她，虎牙没有她大，哈哈哈哈哈 ，OK， 这里也没有增加，昨天下单汇款的后台还没有回复 A120+2， 来，小编看一下有没有回复她 ，How you do？ 太美卡，萨瓦迪卡。啊，跟高了一样的给我。OK， 来后尾的美女介绍来比较爽，这个兄弟来的哦，兄弟来的哦，这个兄弟来的哦，有没有帅呀？帅帅，看到吗？好玩啊！全部都知道我厉害吹了，所以你认识我，你可能你不认识我，你不知道我厉害吹，我厉害吹了。我跟你讲，你得空过来我店面教我帮你吹。OK， 来吹吹歌就是我了。OK， 来我有阿高。还比他高，比他大，什么大先？你要讲清楚 ，Spy Bakery。讲好好。你要讲好好先，你要讲好好先，你什么大先？你后面那个没？这个是兄弟来的，兄弟，兄弟来的。我是你们的兄弟。对，为什么叫兄弟来拿来转过来？啊，我做不了。兄弟来的呀、啊、！Hello， 老板美女，可以把喷雾冷风机的视频发在我们先给我吗？我找不到这视频，我收到货了，不，那个已经有放在 YouTube 了，是吧？
什么？冷风喷雾剂有放在 YouTube 吗？OK， 来，小编安排一下淑珍哥的问题啊。你后面都那么美了，你还要什么知足就好啊？有时候呢，总要有一些手感。OK， 你不要假假吉米住，你也是男人来的。OK， 来，好友哥吧，对，我是好友哥啊。现在回复啊 ，OK， 现在后台只有两个人做工啊。OK， 不要催小编，给他们一点时间。OK， 前有后也有，明白了吗？我不信，拍照来看，拍照来看先，因为你用的头像都是假照片来的。你用的头像，你一直以来从我以前认识你到今天啊，你都是假照片 ，OK？ 你来真的照片啊，来，阿佑哥应该大就是大，对 ，OK？ 兄弟啊，那个我个兄弟嚟嘅，兄弟你好啊，阿佑哥叫表妹出来吹吹一下，表妹啊，表妹有在咩？表姐是吧？表姐是吗？表姐就有在啦。没有妹哦，这里有姐。哦，我跟你讲，你什么人都可以得罪，你千万不要得罪表姐，不然表姐吹死你，死我跟你讲 ，OK？ 后面的没给他了，找不到啊！后面的没给他了。好，你加我。原来是为了得到好友哥私人 at 你。对，好友你多，你还大过他啦，要他的，要他的做么 ？OK， 不大不大不知道，要对你好才重要。我肯定对他好的，你放心，我发给你现在。后面的没过他了，不要这样讲啦。哎、OK， 我的女神，你们这样来讲。对，你靠边站啦、啊，你那也可以跟我女神比高，又没有他高。哎，大又没有他大，他是我的兄弟来的，他是我兄弟啊。OK， 来，725位朋友来，马上开始今天介绍哦。有一个非常非常优惠，因为我失恋了，我要报复这个社会。我失恋了，我要报复这个社会，所以我今天呢，我就是要做告老老板一单。OK， 来，右下角爱心，说马上来，来加我们讲，说爱心加我们讲分享来。各位朋友啊，这里呢左下角有 like 有爱心噶，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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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满啦 ，OK？ 要讲分享对吗？来左下角，哎，不是左下角，左下角的按一个 C， 按 Ripple， 按这个啊，按这个啊，把它 setting 成8 black， 这个地球是最上面的，是最上面的，对对，最上面的，然后按蛋 po 在你们的个人主页一次就可以了。沙杜咖喱苏达后面是007，那里跑007出来，007没有在下面的 ，OK？好友天天失恋，我第一次失恋不了，你讲我天天失恋，哎，真你过来，你过来，我保证不打死你，你过来，你过来，我几次有讲过失恋，你几次看过我标题还有失恋的，运动裤还有吗？瘦身裤是吗？瘦身裤后台下单，后台下单，好友哥昨天买的裤后台加单给吗？因为是看重播，可以没有问题，好，赶快去下单，我们砸死老板啊！来，来，我们要转去前面，去前面站啊，兄弟，讲好了啊。啊，很明显，正面看一看，你们就知道那个差距有多远了。输酒，输九条嗨啊，九条街啊！我广东话比较渣，输九条街啊！我同你讲，兄弟 ，OK， 关头哥，关头哥很久没有看，关头哥走了是吧？他刚刚有在啊，他刚刚有在我池盖播了。你庆祝的生日时候，飞机女神有帮你播出来庆祝吗？没有，我很低调的。稳低调的啊 ，OK， 来，收到分享了啊，好友哥，昨天我下达两套嘞，说到做到啊 ，Steady， 来，掌声鼓励 ，Believe 的不干，来，爱的鼓励，来，海报拍手 ，OK， 爽啊 ，OK， 谢谢你啊，来，即使你要买飞机杯，你们也谁要买飞机杯，我可以安排 ，OK， 失恋去吃帝王海鲜，要不要你请吗？你请没有问题，啊。你讲没有问题罢了啦 ，OK， 来一个字评，谢谢，兄弟兄弟，谢谢，我感恩第一，有人感恩第二 ，OK， 来，你这位兄弟很漂亮，对，老天是很公平的，他给了他魔鬼的面包哈，他就给了他土鳖的身材，OK， 来，已经联系两次的客服没有回复，只有两个客服报今天，给客服一点时间，他只有一双手 ，OK， 我们看他内心不是外表，内心挖出来看一下。OK， 这位美女厉害吹吗？我跟你讲，另外还兄弟 ，OK， 兄弟，我没有帮人家解梦 ，OK， 我没有帮人家算前程。今晚是有啊，今晚 FM 啊，有师傅在线啊。师姐也有。啊，你们有什么梦？这几天发梦的、解不了梦的，今晚 FM 过来。OK， 来，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啊。那么来，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全马最。信赖的直播广告平台 ，OK， 我是好友哥，他是泰国妹啊 ，OK， 萨瓦迪卡。
啊，问你啊，你咪水晶晶呢 ？OK。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非常好用的产品啊，也要为了因为我的失恋，我要报复社会，我要报复老板，所以今天我会做一个优惠给你们，简单的东西，不要问价钱，不要急着问，先分享直播，爱心说上来，等一下时间到，马上告诉你们。那么当然，我们想要跟你们讲的什么构造啦，构造最重要吗？构造很重要哦。OK， 来，苏正哥老板收不到，你要给他们一点时间，苏正哥不是现在讲马上有的。啊，蛋姐嘞，今天只有两个人做工 ，OK， 只有两个人。我要找 WiFi 枕头，要找 WiFi 枕头，你去买一枕头，然后把你那个某电放进去啊，就有 WiFi 了啊。OK， 来，所以今天呢，这里给你们看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产品，不是这个锅，锅拿掉，烧，不会烧哎，扭捏铁砂掌啊。OK， 来，所以我们是介绍今天这个来自我们 Malo Coco 厂家。啊 ，Maru Coco 啊，妈咪不是妈咪 Poco 啊，这个是 Maru Coco 咱家的这个双炉啊，而且呢，那先给你们讲先，我们一样样啊，我们从它的外部跟你们讲到内部先。OK， 今天这个来讲呢，它是 Temper Glass， 来，昨天买的运动裤早上下来，给小编一点时间，今天只有两个人做工，今天只有两个人做工。对，来小编，我觉得你直接冰上来，今天只有两个人做工啊，所以回复比较慢。OK， 回复比较慢啊。来讲价钱要走了，等一下回来看重播啊，还没有讲价钱的 views 啊。OK， 我们的传统来的，没有直接报价啊。那么今天这个叫做 Temper Glass 呢，大家一听到 Temper Glass 来，哦，泰国妹，你知道大家最怕什么吗？最怕爆。OK， 这了啊，没看住啊。啊，就碎了。那么今天这个啊，它很厚实的。很厚实的啊，所以我直接给你们可以讲来，那吃哪来啊？那今天如果你们在煮菜啊，你们不小心锅子敲到啊，锅铲敲到啊，那今天你们可以看啊。OK， 它是很厚实的，而且最重要，你看我们敲了这样多次啊，来你们注意看啊。OK， 哎，怎么会倒反的？哦，你倒反啦，看到吗？它是没有花的，没有花。OK。它是没有花 ，OK， 名字很难听啊 ，OK，Will Snow， 我知道你名字难听 ，OK， 不要自卑，你不要自卑，做人要有自信心，做人要有自信心，对，既然妈妈给到你，然后你自己加了这个英文名字 Views 啊、什么啊，这么 Vlis 啊，啊 Vlis Vlis 啊，吉利还是 Vlis， 你的名字是有一点难听，不过不用紧，不用紧啊 ，OK， 有我们在，你只要有什么不开心的，你负能量的，你进来看我。OK， 你进来看我没有关系的。OK， 这样你就不会自卑了。OK， 来，表面是不是否可以搞破？它很难爆，因为它很厚实啊。OK， 来，它内裤什么颜色？它内裤什么颜色？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像你这样变态，专研究人家的内裤什么颜色的。千万记得不要给你爸爸妈妈邻居知道，不然你这种人哦，没有面子留在社会上。OK， 来，这个炉很不错，很好用一下。对啊，煮食物会好吃吗？来，煮食物会好吃。跟你的炉没有任何一点没有关系都没有，比如说今天蚝油哥煮的咕噜有很好处，啊，但换成 OK 街煮的哈就不会加，啊，做么不会不好吃呢？啊，原理很简单，厨艺上面的分别啦 ，OK， 技巧不够啊。那么今天呢，这里呢它是有两个炉的。OK， 一个是电磁炉，一个是电陶炉。OK， 那么电磁炉有什么好处呢？那电磁炉第一，感应传热快。OK， 啊，这个电磁炉 sorry 啊，感应传热快。就比如说你好像拿这种类似这样的这种锅子 ，OK， 它导热快。所以为什么 OK 姐哎泰国妹啊，它可以直接拿着这个锅子呢？因为就是说它传热是去中间的热度，对，所以它旁边它是可以坐着的。而且一样东西啊，我们讲来有没有纸？来，你放一张纸在下面，然后我们把这炉放在上面啊，然后我开大火。OK， 来，所以记得啊，大家电池的地方呢，它要白杠有金属片的，它就能用。如果你是放沙包、放玻璃啊，它底部没有金属片啊，不能用。所以今天我们示范给你们看，电池它是很安全的。你看，我现在放一张纸在下面啊，然后来我们开火。OK， 然后我跟它好、哦、开到最大。OK， 来2000啊。2000，你看它现在启动了呢，等一下这个水它是会滚的。对，那个纸有在上面都不影响。但是啊，这个下面这个纸呢，它是不会烧。所以如果你们讲说你们是要拿来煲水，你们是要用来煲汤 ，OK， 你们用这个电磁炉 ，OK， 它很快，导热很快，对，导热很快呢。你们注意看，已经开始在里面。它爆了吗？
有没有爆料？已经开始在里面快滚了啊，因为它倒着非常的快啊。来，陈倩，不要欺负妹妹，你讲这个兄弟是吗？我是兄弟。对，来，如果表面不破不要买，这么表面不破不要买。我弄破给你。对，来，进来看了，尤哥，你会发现自己其实很乐观。对啦，爱珍。看你，我开心很多，因为我的爱人比你帅很多。对呀、啊，主持人讲话忌口的，不要讲别人妈妈，真没家教。OK， 来邱淑安，在人家讲我的时候，你所谓这种道德魔人啊，为什么今天呢？主持人给人家讲不可以反驳 ，OK， 然后呢，你们讲就是对了嘞，什么道理 ？OK， 对。对呀、啊，如果你看不惯我们的直播哦，你可以哦，也是要记点狗德，你不要这样来讲我，因为你从头到尾你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前因后果。OK， 看久一点才来了解我的个人，明白吗 ？OK， 来有多长 ？OK， 你是讲的长度跟宽度是吗 ？OK， 来长度宽度，小编帮忙打上来啊。烧风赖火候够大吗？肯定够大，肯定够大，哦，肯定够大。明白吗？肯定够大，等一下我会示范给你们看啊。OK， 那个炉什么颜色的？这个是这个。OK， 沙黑，很漂亮，它是 tempered glass。它是微晶玻璃来的。对，它是微晶玻璃来的啊，明白吗？来，所以这个呢，如果你们家里呢 ，OK， 担心，因为煤气很多人担心哦，会在没有关火的情况下呢，烧到家里还是什么， 对不对？对 ，low gas 对不对？但是今天你用这个就相对安全多了。你看有没有看到水滚？有看到水滚的朋友说爱心上来。然后我下面是有放一张纸的。对，我没有放一张 A4 纸。A4 纸的、啊，然后现在水很滚，对不 对, 对 ？OK， 大家的感觉一定就是哇，这个白干锅。OK， 然后这两边一定会烫到手。但是现在来 ，OK 姐，你给大家看，不会烫手的，不会烫手的、啊。来，放弃另外一边。然后我给你们看这个纸 ，OK， 来，看到吗？完全没有烧焦啊，美美的，完全没有烧焦，没有着火， okay? 没有着火，明白吗？完全没有烧焦，没有着火。那么这边呢，一边电池嘛，对不对？现在我们来讲电陶，因为可能大家的家里呢，我们都会有沙包，对不对？我们都会有玻璃，那么玻璃、陶瓷这些来讲呢，你放在电池的地方，它可能就感应不到， 对不对？感应不到，所以你今天就可以用这个电陶这边。那么电陶呢，它是不选炉的，不选锅。OK， 不选锅的。OK， 它是不选锅的。为什么你知道吗 ？OK， 因为电陶呢，它是红火。来，我开给你们看，这里啊。我开给你们看啊，它是红火，那么这一个来讲呢，它就完全不选 ，OK， 完全不选炉，你放玻璃放什么都可以 ，OK， 它都可以煮得到，就是说包括你家里的陶瓷锅、干锅都是一样的。看到这里啊 ，OK， 有没有看到红火？红红了，那已经开始红红了啊，已经开始红火。那比如说你今天来，我们在煮东西的时候，水溢出来，汤滚 ，OK， 来你不小心漏到这边。OK， 又或者是说弄到这一边 ，OK， 它都没有问题，防水的，它是防水的啊，所以你看到吗？啊，水在这了，所以当然记得这边它一定会热的，不要用手去碰它。Don't touch him。OK， 对，但是如果弄到水，你可以关掉，来，好、哦，啊，我们抹掉先，然后我们关掉 ，OK， 这样你可以拿布去抹，或者你等多一下子。OK， 而且这个不管你几大风，有龙卷风在你旁边，你也不用说担心 ，OK， 它会灭掉 ，OK， 因为这个没有关系到的。来，解释一下什么效应，让它水滚。来，这里跟你讲一下啊。来，风声音，在我还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可以帮忙我一个忙吗 ？OK， 我们很乐意回答你们每一个问题，但是希望大家帮我们分享一次，在你们的个人主页，因为我们不用你分享五次、十次、一百次啊。OK， 那么来讲呢，这个来讲呢，电池跟电陶两边不一样的。电陶就好像我刚才跟你们讲，它用的是红火，但是呢，记得啊，所有的电子炉锅底都不会黑，对，完全不会黑啊。OK， 完全不会黑。然后呢，来第二点就是这个，这里啊，电池的地方。OK， 电池的地方来讲呢，它是使用红外线来产生这磁力的热喉来导热进去，所以为什么普通锅子 ，OK， 比如说你用沙包。它没有办法导热，原理很简单，沙包是绝缘体 ，OK， 没有金属片，它没有金属片，那么金属的东西呢，全部都是导电体，这样来讲呢，热度它就会传进里面，
它就会传进里面啊。来，风筝印主播可以试一下动吗？我想看一下有多热。来，风筝印，一般上来讲呢 ，OK， 正常人不会去动。OK， 正常人也不会去动，我不能因为你想看有多热，我就用我的手去跟你牺牲。OK， 除非你跟我讲说 ，OK， 你可以赔偿我多少 ？OK， logic 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来这里呢，你是想要带风给我乱的，我跟你讲，放心，我不会乱的，你来错地方了。OK， 明白吗？来，所以今天这个呢，就是它的分别。OK， 就是它的分别，一边是电池，一边是电陶。OK， 一边是电陶，然后这个你们可以选择 build in。如果你今天不要 build in， 你可以整个放这。它有脚的。对，它有脚的啊。你不要 build in 来讲呢，你可以整个放这。如果你要 build in， 就好像我们这样来，你整个拿起来，我们直接这样给大家看。OK， 注意看啊。OK， 来，不用紧，不用紧，你拿上来一点，来这里啊，注意看啊。OK， 你 build in 呢，你可以像我们这样开动，开动。这个尺寸角度我们会给你们。OK。对，如果你是不要的话呢，它是有脚的，它下面是有脚的，它都可以直接放在桌子上面来给它放进去。OK，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分别。那么比如说你家里刚刚装修的，你刚刚买了一套那种 cabinet 的 ，OK， 大理石的，你都可以找人来帮你们开动。可以炒菜吗？讲没有用，对不对？讲没有用，我们直接示范给你们看。OK， 我们直接示范给你们看啊。然后每一位进来的朋友呢，记得先帮我分享直播 like 还有 follow。 电子炉买回家煎炸爆炒焖煮蒸包全部都可以。 OK， 那么其实这个是石头锅，但是石头锅其实可以用在电磁炉。为什么？那注意看啊，如果你们家里买的石头锅陶瓷锅，它底部是有这个金属片的，看到吗？这样你们都可以用在电磁炉。啊，没有问题。因为如果今天呢，如果你的炉它是感应不到的是吗，你讲去启动呢，它都没有问题的。 OK， 再来第二样东西啊，这个呢，很多旧款的电子炉，我不是讲全部啊，我是讲之前如果你没有买过旧款的电子炉呢，它没有自动调节温度的，所以你插头会烧掉，很容易会烧烂。对，你家里呢很容易跳电，很容易跳电。那么这个电子炉它有自动调节温度，它不怕你的插头会烧掉，它总之它就是会跟你保持在2000瓦里面，2000瓦里面啊。比如说你这，对，对，最多两边一起开都是2000瓦，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你们买双炉很重要。很多人的双炉用不久，最大的问题是它没有自动调节瓦数，没有自动调节电力，所以导致到你两边一起开拉电，拉到很扣力，有没有看过 ？OK， 整个插头融掉。那么这个呢，它是有自动调节温度的。OK， 它是有自动调节温度的啊，明白吧？来，所以呢非常好用，谢谢你啊。所以有什么不明白的，你们打上来，是我这里看不到 comment 是吗？这个 iPhone 是看得到 comment 的吗？一时一时哦，一时一时。OK， 你拿你电话来，来。所以啊，来，有什么不明白，你们一个一个打上来问。所以现在刚刚来，修冰地来有问能不能炒菜，我现在就炒给你看。煎个蛋好不好 ？OK， 我现在就炒个菜，煎个蛋给你看。来，你要煎个蛋先是吗？OK， 我们就煎个蛋给你们看。OK， 傅慧啊，来下午好啊。呀，傅慧。OK， 所以这个呢就是它的分别，明白吗？所以你要用，你可以选择最适合你用的。比如说你今天是要煲汤，你今天是要煲有水分的东西很多的，你要快的，你就用这个电磁炉。但是电磁炉记得它一定是要有金属的锅子或者金属片的才可以用，明白吗？这样啊就很快滚。OK， 而且这个呢它还有 safe lock， safe lock 就是说比如你在煲汤，然后你不想小孩子来按 ，OK， 孩子按 button， 对，你可以跟他按99，他就会 lock 起来。那么他一旦他 lock 起来了过后啊，你看他会显示 LOC 嘛 ，OK， 你怎样去按呢 ？OK， 他都按不到的，看到吗？他都按不到的啊。那么如果你是要 unlock 呢，一样啊，这边你跟他按99 ，OK， 他就会解锁，他就会解锁，明白吗？那么他的方式来讲，比如说你不会看瓦数的，你可以按这个，看到吗？这个是它的温度咯，1000度高温。OK， 你不要降这，可以降到800，可以降到700。那么如果你是要瓦数的 ，OK， 就是这样，最高去到2000瓦。OK， 最高去到2000瓦啊，明白吗？所以如果你是要煎蛋、要炒菜，没有问题。可以，没有问题。OK， 没有问题啊。来，现在我们直接，哇，你看。OK， 来，修冰袋有看到吗？所以没有问题啊。OK， 要煎蛋、要炒菜，全部都没有问题。OK， 全部都没有问题啊，这个就是它的分别。而且今天我这个锅子呢是36 cm 的，
OK， 你看到吗？他都放得到，他都放得到啊。所以如果是刚刚买新家的朋友，你们在找这双炉的，你可以看过来这里。OK， 等一下我会报价，然后最重要，今天我有两种配套给你们选。两个配套，我都会送东西。OK， 我都会送东西啊。OK， 我都会送东西给你们。OK， 来，今天我们是以批发价，对，今天我们是以批发价出售啊。这个东西，因为如果我相信你们要找双炉的朋友 ，OK， 你们通常都有去 shopping center 看过，有去 fair 看过，你们有对接过，你们有对比过，或者你们这里已经有朋友已经买过的，今天你可以看看我这个价钱。然后我们这个呢，还有给你们保价。有保价。OK， 有保价，你放心。还有配套，对，爱珍，今天我有做配套。OK， 我今天做有做配套，还有做买保家，而且保家如果你们要加长时间呢，你们可以加。OK， 你们可以加，很多人呢，哦，就问为什么我们今天这样便宜。OK， 来，然后呢，我跟你讲有分别的。OK， 当然我们不要讲说特意讲人家不好，我今天讲的是马鲁姑姑的牌子，我们讲的是它，所以任何释放你们有疑问的，我们都会做给你们看。OK， 都会做给你们看啊。OK， 来各位，说爱心上来。OK， 说爱心上来啊。OK， 来，我先问你们先，来，这个送好不好？这个送好不好 ？OK， 这个送好不好？这个一二三四五一二七件组，还有四个蒸锅，有四个蒸锅啊。这个整套都是白杠的啊，下面最底部下面这个，哇，这个汤锅大个了，我跟你们讲，这个拿来啊，看到吗？你还可以拿来地基金 ，OK， 美到啊。OK， 美到啊，来这个啊，这个送好不好？好，你们打好。OK， 好，你们好，然后再来这边，来这个啊，也有可能是中。OK， 你能后台今天休息，不是休息啊，刘美艳今天只有两个人做工。对，两个人做工。OK， 另外两个人呢？哎，不是，另外几个人不止两个啊，去培训。他们培训。去培训啊 ，OK， 另外几个在培训啊，所以我们最近进比较多新人哈、啊。对，最近我们进比较多新人，所以我们有些人就去培训。就去培训啊 ，OK， 来听好，我今天是有两个配套的，对，有两个配套啊。我今天是有两个配套的，我先给你们讲原价先，我先给你们讲原价先啊 ，OK， 外面一般上你们要买双炉 ，OK， 要一边瓷的，一边陶的 ，OK， 基本上价钱市面上跟这牌子不一样啦 ，OK， 可以从1399到2399到3000多都有。OK， 每个牌子不一样价钱，每个保价也不一样，然后每个送的东西也不一样。但是今天在我这里，我可以跟你们讲 ，OK， 没有超过1000块。1000块不用啊？没有超过1000块啊！而且我还要带送你们东西。还要送这样多东西？对，还要送这样多东西。来，我先跟你们讲，来，我有两个配套给你们选，就看你们要哪一个。来，单卖蒸笼啊！如果单单你要买这个呢，是399，我们有在卖的。我们有在卖的啊，单单要买这个是399。对，这个原价399。对，之前我们开播都有在卖的，有些朋友这里已经有跟我们买过了的 ，Ecomat 的啊。OK， 来听讲，听我讲啊。来，今天两个配套，我先来讲第一个配套。来，第一个配套，第一个配套啊，你买这个 ，OK， 你买这个不用1000块，我先不要报价钱，你买这个，这个我送。送啊，399哈。OK， 这个我送啊，整 set 啊，听好啊。整 set 我送，它有4层蒸锅，下面最底部是可以拿来煲汤，所以如果你单单你只是要煲汤，你就盖上面这个盖就可以了，知道吗 ？OK， 如果你要蒸东西，你只是要蒸一个，你就放一个 ，OK， 那你要蒸两个，你就放两个 ，OK， 你要蒸三个，你有三个、四个就四个，懂是？这个有四个给你们，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然后下面最底部就是汤锅 ，OK， 这一个送的啊。这个送的、啊、这个价钱我们卖这之前的直播我们开是399，今天听好啊 ，OK， 这个我们有几个？七个啊 ，OK， 来这个我只有七个，所以这个配套我只能做七套。我有七套吗 ？OK， 我只能做七套，因为这个我只有七个啊，我只有七个，就是这个三层啊、这个四层蒸锅我只有七个 ，OK， 我只有七个，来底部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杠 ，OK， 忘记给你们讲，来 ，OK。它是1810啊，也就是316杠啊，316五层杠啊，这个是1810316五层杠啊。OK， 这个是七套，这个是七套。当然，如果你要考虑，你还有问题要问，你可以问，因为哦，双炉通常大家不会很爆单的，我也不知道今天会不会爆，所以你可以考虑还有什么问题不明白。我先讲这一个套先，这个套呢叫做 BB 加一。BB
如果等一下你们要下单，你们是跟着这个 code 啊 BB 加一多少钱啊？我先给你们讲啊，听好，这个配套来讲呢，来就是这样的 set， OK， 就是一个双炉送你这个五层蒸锅，一个双炉送你这个五层蒸锅，五层蒸锅啊，五层蒸锅啊， OK， 来，所以这里呢，来我先来讲这一套先，一般上买这个都要多少钱？千多块了，我算一三九九就好了。单单这个一三九九，再加这个多少？三九九，来计算机给我。一三九九加三九九。那如果这两样东西呢？一般上你要买啊，来一三九九加三九九，因为这个我骗不了你们，这个我直播有在卖。OK， 来，看到吗？一七九八，这个是原价，这个是原价啊。来，听好啊。有分享的朋友才有这个价钱啊，然后气到有分享直播，有 like， 有 follow 我们的主页，现在下单这一套来，要的朋友来七九九带走，七九九直接带回家，七九九啊，两样东西啊，七百九十九，这个是 package one 的，所以如果要这一套的朋友，你们打上 BB 加一 ，OK， 你们打上 BB 加一啊。你们打上 BB 加一 ，OK， 来，我的是已经该动了的 ，OK， 来有拉扯吗？给我拉扯一下，来多少 CM？ 你是指这个是吧？你是指这个 ？Christine 参加价，记得分享直播，因为你名字上面没有分享者 ，OK， 你名字上面没有分享者。如果你是讲这一个多少 CM， 来我量给你看 ，OK， 二十四 CM 啊，直径，直径二十四 CM， 直径二十四 CM 啊。二十四 cm 啊，那么保价来，泰国妹保价多久？保价一年够吗？一年 ，OK， 保价一年够吗？其实很够啦。啊，很够啊。那么可能你觉得就是说，哎，为什么我外面啊，我买哦，人家保价我五年了嘞 ？OK， 来简单啊 ，OK， 羊毛长在羊身上嘛，对不对？你买的配套三千多块，保你五年应该了。正常的，我们这里你要保加，你要加可以加的，加一年就加一个一百块 ，OK， 加一年就加一个一百块 ，OK。那么可能有些人就会讲说，来，我跟你们讲啊，很多人就会讲说，哎，我家还没有装修好嘞 ，OK， 我家还没有装修好嘞，等一下我买了哈 ，OK， 我家又迟装修了，讲好，来放心，如果你今天有下单 ，OK， 你下单了过后你加好了，我们才寄给你，保加从我们发货那一天开始算。对，发货，对啊，当然啦，我就是要等你讲啦，你要不要 special 给大家？做 special 啦，做 special 啊 ，OK， 做 special 啊 ，OK， 做 special 要不要做 special？ 做啦 ，OK， 做啊 ，OK， 有没有人要先？有人要等要先？现在我们来讲第二套，我们现在来讲第二套啊，我们现在来讲第二套，来，第二套呢是 CC， 那么如果你买这一套来讲是吗 ？OK， 我会给多两样东西。给多你们两样东西 ，OK， 会给多你们两样东西啊，来哪两样啊？三十六 cm 的石头锅，炒锅，炒锅啊，这个呢它是两个手柄的，对，但是如果你不喜欢两个手柄的，对不对？来，你可以跟它换成一个，你喜欢废网的，你可以接上，对，你喜欢废网的，你可以把其中一个耳朵拆出来，你换上这一个。OK， 这个是石头锅，那么这个石头锅呢，它下面是有金属片的。所以变成你用我们的双炉来讲呢，不管你是电陶炉还是电磁炉都好啊，电磁炉都好啊，听好啊，都可以用，都可以用不选炉，都可以用不选炉啊。OK， 这个送啊，这个我们直播卖多少？二一九是吧？二一九啊，来，再来这个，多这个啊。OK， 这个汤锅二十八 cm 也是一样是石头锅。也是一样是石头锅啊 ，OK， 来也是送的，也是送你，也是送的啊。就是说，如果你是买这一套 ，OK， 它就是一个双炉 ，OK， 一个电子双炉，然后再送你这个炒锅，再三十六 cm， 再送你二十八 cm 的汤锅。所以这一 set 是有三样东西，三样东西在里面啊。对，哦，这个不粘锅，对，你看不信，这一套是不粘锅，这一套是不粘锅啊。OK， 那。那么这一套呢多少钱？来，我给你们讲，也是一样，要给你们看，没有超过一千块，不需要一千块，
也是一样，不需要一千块，但是你可以拿三样东西。我跟你讲，你怎样你都划算了，因为只要我这个东西啦，我卖低于一千块啦，你就已经是赚到了的，对不对？而且现在这一套是三样，这个一个，这个一个，这个一个，来，电子炉没有用电要怎样煮呢？你没有用电，你就要买煤气炉，煤气炉我也是有啊。OK， 来听好啊，这一套来讲呢，三样东西。OK， 三样东西来，就是讲有一个双炉，有一个36cm 的炒锅，28cm 的炒锅。要这一套的朋友来打上 ，OK， CC 加一，只需要899啊。8999。对，只需要899啊，899是三样。OK， 899就是降三样啊，有没有看到一个双炉 ？OK， 跟日本火山岩石头锅，一个炒锅，一个汤锅。OK， 所以这一套是899。899而已，三样东西带回家。来，请问5层蒸锅电磁炉可以用吗？这个对不对？这个可以，没有问题。可以。哦，它可以用在电磁炉的。因为它是316。对，它是316杠矮的，肯定可以用。Helen Jiu OK， 肯定可以用啊，肯定可以用。所以你买这个啊，那个这个是799的配套，对不对？对。799的配套了。OK， 这个是送的。OK， 这个是送的啊。OK， 这个是送的，明白吗？包家。来，听好，今天所有有下单的朋友，来，该很多人讲要嘛，对不对？听我讲啊，今天有买炉的朋友，刚才我们讲保家一年，对不对？对。我们讲保家一年，一年对不对？要加，哦，是加多100块，可以加多一年，对不对？对。来，只要今天在直播有下单了 ，OK， 给多一年保家。对，收多一年，所以总共是2年。OK， 总共是给你2年保价，总共是给你们2年保价。OK， 再来还有一个东西，那这个我们刚才忘记讲到，很多人买的电炉散热系统都不好，对，因为它的风扇很小个，对，很小个啊。我们这一款呢，它风扇是大个的 ，OK， 它风扇是大个的 ，OK， 风扇是大个的，所以它的散热比一般上还好。OK， 因为为什么？来，我给你们讲解一下啊。OK， 很简单啊，因为电炉来讲呢，它有一个问题，它一直都有在变款的，它一直都有在变款的。但是我们这一款呢是最新的款式，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呢，它左右两边它都有散热器，都有散热风扇。对，它都有散热风扇啊，而且它风扇是大个的。现在是因为我还没有开电 ，OK， 所以你看不到那个风扇。可以啊，有，你看到吗？还有4只脚的。对。如果你今天你是不要 build in 的，你不要像我这样开动的。OK。你可以直接放这。OK， 你可以直接放，不一定要开动的，明白吗？开动只是说有些人他们家里啊，他们有那种大理石啊 ，OK，kitchen cabinet 做到很美啊，对不对？他们想要给它看起来更加美一点 ，OK， 这样啊就会开动。OK， 它就会开动，明白？有什么不明白的，你们直接打上来。OK， 然后记得下单的朋友一定要分享啊！来，我看一下评论先。我看一下评论先啊。再买就有了。OK， 来，不粘锅盖已经有回答了的。OK， 黑嫩的也回答了的。西饭，你记得一定要分享直播。OK， 我有看到你下单 CC 加一，然后 N Elisa 也是一定要分享直播。你们店今天有开吗？今天有开，但是现在关了。现在关了。开到4点。对，我们今天是开到4点啊，因为 system 在 update 啊，我们的面交系统啊，那些 stock 啊在 update 那个系统，所以我们这几天会比较早关。那么如果是说买了要直接过来面交的朋友呢，怎样面交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顺便银行户口给大家拍照一下，来。对，来，小编直接把开动的尺寸呢发上来。对，因为有些他们是家里自己本身已经开动了的，
他们已经开洞了的，他们要看下个洞敢不敢，所以你直接把那个开洞的扯顺 OK 码出来就可以了。而且跟你们讲啊，我们这些全部都是防水的，就是说你在煮的时候呢 OK 如果滚了溢出来你不知道对不对 OK 你不知道对不对 OK 它种到旁边这边呢全部都不会走。尺寸68cm×38cm 67不是啊，那个长67啊，小编，你那个是这个的长度还是开洞的长度？要开洞的长度啊，相差一 cm 不用紧了，68cm×38cm。68cm 啊，乘34cm 啊。38。38。我听下来多少？哦，不是，它这是开洞的尺寸，它这是开洞的尺寸啊。OK， 来，长度67cm。OK， 那里有高度的，你需要吧？OK， 那个是宽度是吗？宽度啦。他写长跟高。哎，小编，你休息了吗？ OK， 来开洞扯寸啊。OK， 67。对，我之前量，但是我没有量高度啊，我高度没有量到40cm 这样够力。OK， 宽度40cm。OK， 严富盖下午好啊，来下午好，好又高。OK， 多少钱？来，他有两个配套，今天我是有两个配套。对，两个配套。两个配套呢，送的东西不一样。来，只要电炉啊，哇。就讲啊，来，不用紧，不用紧，哪里有需求啊，那里就有满足。来，有多少个人只是单单要电炉罢了？来，有单单要电炉的朋友呢，打上66。有单单只是要电炉不要送的朋友，打66上来。OK， 打66上来啊。来，799的价钱都是包邮了吗？没有啊，799的价钱啊，来吸吧，给我看一下。我跟你讲一下邮费啊。OK， 因为这个价钱呢、啊，我给不到你，因为我们这个炉原价是2399，我们这个是当做批发价卖啊。我先给你讲先，来西马你们买一套油费是15块钱罢了，15块钱啊。东马的油费是100块，因为我们用快油坐飞机过去的，快油坐飞机过去啊，快油坐飞机过去。OK， 明白吗？然后这个东西呢，来很多人打66，就是你们单单要只是要炉嘛。OK， 听好各位。帮我分享啊，因为我看到 Benny 没有帮我分享到 OK， 因为、啊、事实上没有再配套了。然后其实如果你不要这些赠品我是可以扣，但是我扣不多。对，我很老实跟你讲，我扣不多，因为我们单单卖单炉的都要299，你们外面看单炉都是去到399，而我这个呢它是双炉，它是双炉，而且两边炉都是不一样，两边炉都可以用。我可以开一个价钱给你们，然后你们再考虑看你们要不要，你们要不要 OK。 来，因为现在我们是15块啊，来。东马油费一台100块。因为现在的呢，我是两个 package 嘛，第一个 package 是这个嘛，第一个 package 呢就是一个双炉，然后我送你这一个嘛。对。我送你这一个啊 ，OK。7件的白杠5成杠。OK， 那316杠来的，这个是送的，这个你单单买都要399嘛 ，OK， 对不对？那这一套的价钱呢 ？OK， 它是799吧。你们要的就打 BB 加一，这个是第一个配套的 package 一的，就是送一个这个。OK， 送一个这个啊，其实它不算送啦，你不能讲送啦，就是说它的划算啦、啊、包含在里面的就是叫799咯这一套。那么来讲呢 ，Package Two， 它就是说一个电子双炉，然后呢给你们日本火山岩石头锅两种 ，OK， 就是一个这个炒锅 ，OK， 一个这个汤锅，这个炒锅36cm， 这个汤锅是28cm， 那这一套呢就是899。这套你们要下单的是打 CC 加一 ，OK， 来。所以如果是有宝宝呢，你们什么都不要的，来，我可以做给你们，我可以做给你们啊。OK， 这个来讲就要，单个只是双。OK， 来，我就以这个配套来算。OK， 我就以这个配套来算，然后我扣一个100块出来，我扣一个100块出来，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单单要这个炉的朋友。OK， 你单单只是要那个炉的朋友699。OK， 所以你们想一下，看你们只是要单单炉，还是你们要 package？ 因为我能做到的就是这样哦。对。因为原价2399，这个呢，如果单单只是要这个炉，就699。699而已。然后一样，一年送多你们一年保价，所以总共是两年保价。两年保价给到你们。OK， 两年保价给到你们啊，就是699。如果是要这一套的，你们就直接打。AA 加一，你们打 AA 加一哦，因为这个是 BBCC 吧 ？OK， 你们直接打 AA 加一，就是单单一个炉罢了啊。单单只是要这一个电的双炉。
对，单单只是要这个电酸炉，就单单一个就是699。OK， 我没有办法再减低了，因为这个是已经是底线了。对，当然其实如果你们拿那个 package 的话，它会更加的优。对，会更加划算哦，因为你加多一个100呢，就给多你这个。对，那我拿699啊，699这个我们卖多少钱？399是吧？399。加399，两个加起来是1098的。今天你直接拿这一个呢，跟这个双炉，我们是直接给你799带回去。对，来 ，Peter Lau 送美女啊！哎呦，你这句话很伤他，原来这样 cheap 的。OK， 买炉哦就可以送走他了。OK， 来 ，OK 啊，所以啊，一样啊，如果单单买炉，我一样也是给你们两年保价。然后现在来，我给你们知道先啊，这个来讲呢 ，tempered glass 啊 ，tempered glass，OK，tempered glass。第二，第一呢 ，OK， 你不用担心它会容易爆掉，因为它很厚的，对，它很厚的，对，它可以耐高温的，你看到吗 ？OK， 它可以耐高温的 ，OK。然后来讲呢，如果你们煮东西，好像这样子热热啊。烧烧这样啊，你不小心弄到啊，看到吗？包括弄到 touch screen 的地方啊 ，OK， 它都没有问题了，只是讲说你弄了你要抹咯 ，OK。它是防水防漏电啊。对，它是防水防漏电的，所以即使水呢 ，OK， 不小心溢出来留在上面都没有问题。那么包括这一个呢，我们讲的也比较卫生，也比较卫生。来 ，Peter Lau 会省电吗？这个肯定省电，然后再来有第二样东西，它是新款的，所以它有独立温控。什么叫做独立温控？那我先跟你们讲啊 ，OK， 一般上的电炉呢，它都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电力拉太多，整间家跳电。对，所以基本对基本上呢，电炉呢，人家是会用总电的，他不会叫你拉 extension 的。但是我们这里呢，我们用 extension 的，我们是借 extension 的。OK， 为什么我们呢可以做 extension 呢？那我先给你们讲先啊，因为我们这一款呢。它有温控，它不会说让它呢扯电扯够力，而且它会控制在呢它的触电力只是在2000W，触电力就是说你两边开 ，OK， 它都会跟它拉给它 balance。总之，两边加起来的握数只会2000，好像你现在这个电陶炉，你用2000来炒菜，对吗？你那边开火，你调1600，那么它这边自动就会帮你调去400W。对，它就会自动调，所以你不用说担心耗电的问题。第二点，你不用担心啊，它会跳电的问题，过度刺电的问题，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来 ，Helen Jiu， 如果用久了坏了，拿去哪里维修？我们这里啊 ，OK， 你交给我们，我们就会把你们解决到完了。你应该 Helen Jiu 应该是我们的顾客了吧？哦，你应该有跟我们买过东西了啊。OK， 在 online 跟 Kimo 买东西，先跟你们讲啊，我们不是产品介绍而已，从 A 到 Z 包含到完，包括你们的售后服务。对，教学我们也有给你们，我们所有的视频呢，你们都可以在 YouTube 看。所以你们记住，我们这个呢，它都是防水防风的。OK， 用电炉的好处是什么呢？那我先给你们讲啊，第一个 ，OK， 第一个啊，哎，我要讲什么？突然间断片。电炉的好处。电炉的好处啊，锅子不会黑。锅不会黑黑啊？对，锅不会黑黑。如果你们买很名贵的锅子啊。OK， 你们担心用煤气会烧到锅子黑黑的，你可以用电子炉。你用煤气炉的话，如果它出红火的话，你们的锅不管买几贵名牌都好，它还是会黑。它还是会黑。OK， 然后呢，我们这个红火呢，来，它是不会黑的。来，我给你们看它的红火先。这种红火呢，你把锅子放在上面呢，锅子是不会黑的。对，它有分内圈外圈的，明白吗？所以要锅子不会黑。然后这个呢，它方身还有两种。来，如果你们是不会看握数的，你们按去温度，这样是1000度高温、900度高温、800高温、700高温。OK， 然后如果是说你们今天呢，那很简单。OK， 你要 inner link、outer link 它都可以控制。来 ，outer link 呢就是外圈。对，只是外圈发热 ，OK。如果你要整圈的，就是 power，OK，、okay, 它就是全部发热的，明白吗？这样如果你只是要单单里面的罢了，对不对？就是 inner link。好像今天你们的那个包比较小个点啊。对，你们包拿一个碗哦，啊，这种来。好像你们来这里有了 ，OK， 来。如果你们包比较小个的，你们就可以用 inner link。哦，你不用说开要大大个去，所以锅子小个大个都可以用，那很简单。比如说这个，你只是要放在铁杯，
OK 啊，那你就可以用中间的 OK 就可以单单用中间的罢了 OK 你不一定说要开到完。电陶炉的好处就是你用铁杯陶瓷还是瓦煲，你直接拿去放下去它是都可以用的。对，所以一边电陶呢，电陶瓷的就是说呢，那我先给你们讲啊，电陶瓷的什么呢，电陶瓷的很简单，它什么锅子都可以用。对，它不选锅。对，不选锅的。什么材质都可以用啊？什么材质都可以用啊？它是不选锅的。那么电磁来讲呢，它就是说煮东西很快。对。但是呢，只有白杠锅子或者是那种有金属片底片的，你们现在买石头锅下面都有金属片的吗？那种锅子它就适合用在电磁。OK， 明白吗？陶瓷可以，陶瓷用这边。陶瓷用电陶炉，那你看啊，现在石头锅下面都有这个金属片了。对。OK， 所以 Christine，OK，、okay, 如果你是陶瓷用电陶的地方，那看到吗？那个水已经在滚了，有没有看到？对。OK， 水已经在滚了，它是一边电磁一边电陶 ，OK， 一边电磁一边电陶啊。然后呢，它可以 lock 的、啊、，OK， 如果你们怕小孩子乱按，你可以给它 lock 起来，然后他们讲去按呢。OK， 都启动不到，这样你要给它 unlock 你就给它按99这个 lock button 都可以。OK， 再来可以 set timer， 比如说你今天煲汤，你没有时间去看它。OK， 你要给它 set 煮多久，那你可以 set， 比如说这样就是一个小时咯，这样一个小时过后呢，它就会自己关电咯。对 ，automatic 关电，你可以出去走街了，你不用担心会着火了。对，哦，不会担心它会着火啊之类的啊。OK， 来，苹果就含有买吗？什么东西俊豪你写好好一点 OK， 因为我不懂你在写什么啊。来 Helen Jill， 他来自哪里？来这个哦，你问到重点了啊，你问到重点了啊，因为呢我跟你讲啊，你来对平台了，来对平台了啊。如果一般上啊人家卖这种酱啊 OK， 他为了要说服你啊，对对，他就会跟你讲到几够力几够力啊 The money 啊什么啊。来我先跟你讲啊 OK，我们这个是 Made in China 的， Made in China 的，我老实跟你讲的啊 OK， 我们不是讲说今天 Made in China 然后跟你讲 Technology from Germany 啊还是什么啊，或者直接跟你讲啊可指印下去 Made in Germany 啊 Made in Switzerland 那里，没有，我直接老实跟你讲，因为 80% 全世界的双炉都是中国制造的，哦，不管你的厂，比如说这个厂它是德国厂也好美国厂都好，它的设一定是在中国的，它一定是在中国，不，现在已经开始有越南的了 ，OK， 也有印尼的了啊。所以啊，如果你今天你是不喜欢中国货的，你今天你就觉得，哎呀，中国货我不买了 ，OK， 这样你不要下单 ，OK， 就不要下单，因为我们的人是这样，因为我们一定要跟你们讲，我们不想说摸摸骗骗啊 ，OK， 不想说摸摸骗骗，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呢、啊、不喜欢就是不喜欢的 ，OK， 明白吗 ？OK， 来 Helen Jill， 来多少沃啊？来这个两边开，你开400沃啊，就走400沃咯。总之它最高去到2000沃就对了，最高只会2000沃，你两边一起开它最高也是2000沃而已，明白吗？苹果机用含有，它也是打在同样的字，对，你要打好好给我来俊豪，我根本不明白你卖什么，我苹果我没有卖，苹果机我也没有卖，然后苹果机要用含的有卖吗？我也没有卖，我也没有卖，因为我不懂你要买什么。总之苹果机用含的这三个我都没有卖 OK 对吧，可以这样来回答他。来混丢 Q 有收到吗？来我跟你讲讲讲说看握数很简单，来现在吧我开嘛对不对，这个就是它的握数嘛，比如说我开600握它就是600握咯，我开800握就是用800握咯，明白吗？我开1000啊就用1000咯，总之你准开到完两边一起开啊，现在我这里开啊，对它就是2000就对了，对它整个都是2000，像这里呢我要去2000啊，那它会 auto 跳的，明白吗？它会 control 的 OK， 它 max 它就是2800就对了，讲错了不是2000，它 max 它就是2800 OK， 2800啊，哦 max 是2800，明白吗？ OK， 所以它会调控它的温度 OK， 不会说让你的它过度热啊，会导致到，因为电炉呢一直以来从它出产到今天，它被发明出来到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导致到跳电断电，因为它拉电很强，所以这一款是有自动调温系统的，它两边加起来最多是2800，那么每一个的最高值可以调到去2000沃，
最高是调到去两千万啦，明白有没有？来这样讲，明白？刚才那位兄弟兄弟，哎，找不到他的评论了，洗掉哦。来，红听 Q 有收到吗 ？OK， 有收到吗 ？OK， 来，所以我们再去报价啊。然后在还没有报价之前，我先给你们讲一下啊。这个呢，保价是一年，但是今天直接在我直播下单的呢 ，OK， 就直接送多你们一年，所以总共就是两年保价，会给你们两年保价的。然后来，它有两个配套啊，今天来第一个配套呢，就是一个双炉 ，OK， 双炉原价2399，来，然后再配合这个，这个是五层蒸锅，然后是316杠来的 ，OK。它是18110杠啊，也就是316杠啊 ，stainless steel 啊。然后呢，它有给你们这个蒸架四个，就是讲下面是汤锅，然后有给你们这个蒸架，你们可以在上面蒸东西。OK， 它是四层，1234，1234啊。所以如果你们是要这一套的 ，OK， 就是一个双炉，然后一个这个五层蒸锅，这一套呢，它价钱是799而已，连1000块都不到啊。OK， 一般上你们买双炉呢都1000多块了的，我现在是整套给你们 ，OK， 1000块都不到，只需要799 ，OK， 所以如果你们是要这一套的朋友，你们打上 BB 加一 ，OK， 你们打 BB 加一啊。那么如果是说你们今天呢，你们是要这个双炉，还有两个炒锅的，一个炒锅，一个汤锅，这个是火山岩石头锅。不粘锅啊，这个是不粘锅，36cm 的炒锅，然后呢，28cm 的汤锅，就是这样。那这个配套呢，就是双炉，再加一套日本火山岩石头锅。我们有卖这219一套啊。对，这个是 package 2啊。哦，苹果醋是吗？苹果醋后台下单就有了，然后给我们的小编一点时间，因为今天只有两个客服做工罢了啊。那这一套呢就是899，现在走一整套。对，就是说一个双炉，一个36cm 炒锅，一个28cm 的石头锅。所以如果你们是要这套来讲，你们就打上 CC 加一 ，CC 加一 ，OK，CC 加一啊 ，OK，CC 加一 ，OK。那么呢，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如果有朋友呢是不要配套的，只是单单要这个炉的呢，我能给到最低的价钱是699，所以对，如果你是单单只是要这个炉的，你就打上 AA 加一 ，OK， 你就打上 AA 加一啊 ，OK， 所以三个直接给你们选择 ，OK， 直接给你们选择，明白吗？都是一样给你们保价 ，OK， 一样给你们保价两年。有货有货，直接后台下单，单均号。对，直接后台下单啊，直接后台下单就可以了。你去后台讲你要几盒，就可以了啊，要几盒就可以了的，明白吗 ？OK， 所以你们拿来炒菜，好不 OK 啊？运费不是后20吗？后台写的啊？是吗？15块不是又改了啊？哦，对对对 ，OK， 所以因为有加锅的，单单如果买炉呢是15块，如果加买这个是20块啊。有加买其他产品的话，就是20块西马一套。OK， 20块啊，西马。你如果不要给邮费，你直接加出来拿货咯。对，面胶。面胶。OK， 面胶啊，来，因为我没有加这个啊，这个很重一下嘞，这个。OK， 来，红迪给我东马 shipping fee 很贵是吗？来，的确，我们机器中马很贵，很贵。但是如果以这个优惠价钱来讲呢，你还是赚，你还是赚回来，只是你会比西马朋友买贵在邮费那边哦。但是如果你讲说以这个价钱来讲呢，你还是划算，因为基本上我记得东马你是找不到这个价钱，东马你们买双炉都是1000块起跳的，如果我没有猜错来。OK， 我没有抄错，抄错啊。OK， 来，所以啊，婚庭 Q 有没有收到啊？如果东马来讲呢 ，OK， 邮费是170啊。170是有包含其他的。对，包含其他的啊。如果单单炉的话，单单炉的话就是100。
如果是单单炉的话就是100啊，如果是加买其他产品的那些就是配套的，它是170块，但是我们是用飞机的空运啊，因为空运你们也比较放心一点，如果我们是用海运来讲啊，够力 OK， 用海运来讲 OK， 你等很久不止啊，东西在过程中坏你也头痛我也头痛 OK， 被丢坏掉还是什么 OK， 所以拿来炒菜这些全部没有问题的 OK， 全部没有问题的，明白吗？总之你们记得两边，一边是电池，一边是电陶，电陶炉完全是不选锅子的，哦，完全是不选锅子的，你用什么锅子来炒都可以，你要用陶瓷来炒也可以，要用玻璃来炒也可以，铁锅什么锅都能炒，都能炒 ，OK， 沙包也可以放 ，OK， 那么电池的地方呢，就是放一些金属锅，还有就是说，如果你们锅子本身底部有金属片的 ，OK， 它就没有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锅子下面啊都有金属片了吗？OK， 有金属片的呢，你们都可以用在电磁炉的，没有问题的。而且电磁炉呢，你们用来煮有汤的东西啊，很快，有水分的东西很多的，它很快。我跟你们讲 ，OK， 好的，不用客气啊。OK，Penny 总，谢谢你的下单啊。OK， 谢谢你的下单。OK， 来，所以我们保留最后的5分钟啊，我们炒了这个菜锅的话，我们就差不多要关播了。OK， 所以要的朋友你们自己打上来啊。OK， 来。我们炒菜，哎，你拿这样少来炒，你自己一个人吃啊？是啦，这个菜，其实菜不用放这样多水了，它会生水了。一点点，这个不要放菜。等我量了尺寸才下单，可以面交吗？可以。可以。哦，你量好尺寸了，你才来下单也可以。来啊，小编那个尺寸再打上来一下啊。所以如果你们要考虑的朋友，要回去量洞的朋友，你们拿我们这个尺寸去量 OK， 量了你觉得 OK 了，你要下单你直接去我们的后台下单。哎，今天我兑点水然后盖锅子闷 OK 啊，所以哦，其实我个人建议啦，如果你们炒东西你们用电陶炉啦，因为电陶炉啊我黑会比较够了，它会比较重了 OK， 它会比较重的啊，来，所以来192位朋友还有没有问题不明白的啊，还有没有问题不明白的，来，所以开洞的尺寸是67，长度宽度40cm， 差1cm 都 OK 的，哦，如果你们差一个 cm 都 OK， 对，不要差太远啊。OK， 来最后一轮报价啊。如果单单只是要双炉的是699，保价两年，原价是2399啊，这个是批发价。OK， 要这个单单双炉的就打 AA 加一，保价两年。如果是要 package one 的 ，OK， 799是可以拿得到一个双炉，还有一个这个 ，OK， 五层蒸锅啊，所以这个配套来讲呢，它就是799。如果要这一套的朋友，你们打 BB 加一。OK， 那么如果你们是要单单哦，这个双炉再加上这个的，那这个是第二个配套啊。36cm 的石头锅。OK， 就是现在 OK 泰国妹用这的28cm 的这个汤锅。OK。要这个你们就打 CC 加一，这一套是899 OK， 这一套是899啊，899啊 OK， 来 last call 啊，多一分钟我就关播了，有问题的打上来，闷多一下子了啊，其实这个要煮比较久一点的，野餐花，野餐下午好，平回翁。OK 啊，所以如果没有什么的话呢，我们就先关播了啊。你们回去可以量尺寸先，量好尺寸要下单的，引爆锁门。OK， 所以谢谢大家，拜拜。